Redmi 新品上市在即，新品情报却屡遭泄密。Redmi 保密部部长王腾紧急对外发布，100万招募最强保密员，而京东新品情报局也已悄然派出卧底，秘密潜伏。为什么来应征我们的保密员？听到我说吗？保密工作对我是至关重要，谁要是有胆泄密，先准备好这100万泄密赔偿。那你认为自己对保密工作有什么优势呢？我人狠话不多，最适合保密。我还是我们团队的队长。那你觉得队长都有什么职责？全队的担子都在自己的肩上。肩膀对于我们 K40 游戏增强版可太重要了。我们这次新品有弹出式肩键，便于在游戏当中可以进行开机、射击等等的操作。你还有什么技能？ PowerPoint 做得怎么样？ PowerPoint 我不会，但是我会有 Power 的舞蹈。哇，好震撼呐！跟我们 X 轴线性马达带来的游戏震感有的一比。我们的手机在游戏击杀的时候就很怕我。您说的对，看来你也非常适合加入女团呢。哈哈，见笑了，见笑了。这样，有消息我会通知你的。干得漂亮，不愧是我司最厉害的情报专家。